嗨，小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欧布奥特曼到面包店来买东西啦。嗨，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月仔亲子的玩具视频。听说我们的面包店哦，现在不但有面包卖，还有玩具哦。太好了，真的是太方便了呢。现在就跟我一起去买玩具吧。哇塞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现在我的面包店呢，果然是又有玩具，又有面包呢。前面呢是面包，有蜜瓜呀、红蜻蜓呀、蓝蜻蜓呀、红豆面包呀。然后呢，这里呢是我们的惊喜蛋，哇哦，好喜欢呀！我都要。我现在就要将它装进购物车里面。第一个放在购物车里面。第二个也放在购物车里面。第三个，哇哦，好多好多的惊喜蛋呢！我现在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吧。小朋友们，第一个分享的惊喜蛋呢是红色的。拆开它啦！哇哦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呢？是一个拼装小玩具。这一个呢是一节小树枝。哇，这一个呢就很可爱了。小朋友们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一个戴着圣诞帽的小刺猬。刺猬手上呢还拿着一个黄色的小面包呢。那我们可以将这个小刺猬放在这个树枝上面，等到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的刺猬圣诞老人就会给大家来送礼物哦。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蛋。第二个蛋呢是蓝色的，现在拆开看一下里面会是什么。哇哦，居然是饮料机里面贩卖的苹果汁饮料呢。那这瓶饮料我们先放在旁边。最后这一个蛋呢是白色的，拆开它看一下里面会有什么。哇哦，最后一个蛋里面呢居然是海鲜炒赛罗奥特曼。来，现在跟小一个个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泡面。这是一个泡面盒子呢。那我们的泡面要怎样吃来着？从上面打开，对吗？在这一边呢是赛罗奥特曼的图案呢。弹出来了，这什么呀？是不是不小心触碰到了什么开关？我们再来研究一下。哇塞，可真厉害呢。这赛罗奥特曼。那这里呢应该是双腿，这样打开呢我们赛罗奥特曼就可以站起来了。将这个放下去，扣起来。小朋友们大家好。对了，我们刚才还有一瓶饮料，对吗？那么我们就将这瓶饮料给这一个赛罗奥特曼喝吧。哇塞，这怎么回事呀？怎么我们赛罗奥特曼突然变成了赛罗奥特曼，而且还是一个软胶赛罗奥特曼呢？一定是我们的饮料充满了能量，让我们赛罗奥特曼呢重新变回了超级奥特曼的形态。嗨，小朋友们大家好呀。小朋友们，今天我给大家带出来的玩具大家都喜欢吗？是最喜欢我们的小刺猬，我们的圣诞小刺猬，还是更加喜欢赛罗奥特曼呢？有喜欢的小朋友记得告诉我哦。
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